看这把排位打的怎么吧。哦呦，百分百四场，百分百的胜率。哪吒也被选了，马可也被选了，那我现在玩什么？我也有一个百分百的，就是廉颇，5场胜率百分百是吧？两个百分百的胜率打起来看起来会不会好打？白起不会运，还是哪吒好啊，要死。看一下，4场百分百的雅典娜加5场百分百的这个廉颇啊。对面没有漏吧？对面有哪吒。9岁就打野，这家伙才9岁吗？诸葛亮才9岁吗？哪吒去上路啊！你们8岁呢？中路没人啊？诸葛亮又不走中路啊？什么鬼？诸葛亮打野？我去，诸葛亮还真打野，打野的诸葛亮。好，一波人就这么快冲过来，火影晚上玩，打了半天一级还没升，这么快就把我的医疗血给加了，这个诸葛亮不走中路还有点不习惯啊。靠，现在计划没有延迟，怎么他死啊？待会先暂停一下。靠，刚才卡了，这数据线动不动就卡，动不动就卡。现在延迟画面延迟太多了，搞得我现在花育都没花育起来。我操，中路这么没人啊！诸葛亮连停都不停吧？哪吒都停都不停。死了，我操！诸葛亮啊，9岁就拆，我操！这上个塔什么时候就被拆了这么多？
这么多人，不敢冲上去。我操！诸葛亮红蓝都拿着，诸葛亮好霸气哈！死了，死了，这什么都没了，红蓝都给人拿了。我去，我这技能换不出来啊！那俩人扔死了，这把没法胜了。前期失误太多了。曹操不打排位，打排位作死。小鲁班没人打呀，我就刚才调了一下那个画面啊，主要刚才是数据线和画面不同步，然后插又重插又调慢了几，耽误了一两分钟是吧？发育就慢了。节奏还没跟上，老跟着我干嘛？死都不换我是吧？打野诸葛亮。血是多了，啊，这是我们家的雅典娜，我都换了，不是他们家的。这波打的无语了啊！两个百分百胜率打不上去啊！动不动就卡我，烦死！不要 WiFi 了，直接数据流量。他还老了，他又把我弄死了。反正我现在在作死了，等死了，不是作死就是打完单炮飞的往前冲吧。还是这个雅典娜护送一下，这个跑得快啊！现在比分是慢慢追起来了。他们起来，哎，队友起来，我也才能起来啊。
哎呦，五啊！要发要发要发！我操，这些他们法师这么多，出个魔女斗篷吧。他们一个法师，两个法师，三个法师，对吧？三个法师，我们要出魔女斗篷。刚才状态还没找回来，都出些抗法的，跟他们拼了。还有啊，我换这个马可不出啊，八连杀，刚夸他就死了。不禁夸，一夸就死了。保我，我也想保你啊，可惜我不会像哪吒一样飞呀、啊。清理兵线。600块，美滋滋。好，加速度，加快了好多啊！果然有个雅典娜就是不一样啊！看，那被动加起来挺爽的，马上走路就变快了。这波就要强攻了吗？这点血还强攻吗？我感觉不行了，我要死了，再给搂一下就死了。你们能扛得住，你们扛，我可扛不住了。这波我要躺赢啊！哪吒开个大，带我飞过去呗！队友都死光了，现在上去也打不死人了，还有生命危险。咱们先去清理兵线。反正都要等队友，等队友就把这些兵线给它清掉啊。怎么都在下路打？我这上路没人管了、啊。还有没人管？我在拆塔速度这么慢的，已经拆两个塔够了。我走哪边，他要走哪边。支援一下雅典娜。
我还是等他们复活，没想到他们一复活就去打团。那时候我在上路已经在拆了，是吧？要在上路开打吗？从中路攻，对吧？我操，就死了。操，他们一个没死，我们两个肉都死了，直接变成他们狂扑了。不过他们应该还要守环守家了吧，没那么快。这个大招不好用啊，他雅典娜的大招是吧？哎呦，露娜就差那么一丢丢，开个大呀！雅那个哪吒，雅典那个露娜肯定要死了，他死了你不知道能不能活？哎，什么未知网络？搞什么？这时候都掉线啊？我一数据流量你也给我掉线啊，有没有搞错啊？马上就要大结局了，你居然给我断线！靠，这不踢人啊？怎么会这样子啊？我还玩的一半半的，给我卡掉了。这个要是输了就麻烦大了，我还得往前走哎。可别死啊，死了就糟糕了。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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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什么鬼？已经百分百了，怎么还没进去啊？啊，这死了，这输了，很坑啊，很亏啊！什么问题啊！我操，百分百卡在这里不死。我说怎么那么多掉线呢？那数据流量这么容易掉？哇，这么久肯定卡死了！我操。怎么匹配这么久啊？断线也要匹配这么久啊？完了完了完了！这一波输在这个……哎，输在这个地方那是坑大了。
被害死了。怎么黑掉了？完了，输了，输了，肯定输了。我要掉线还扣分。嗯。打完了，不让我再进去了。那操！我又，哎，死机了。哎，烦恼死了，这机。一定要坚持住啊！这个卡掉了，我就没法玩了。这断线重连怎么要这么久？哎，放个 WiFi 也是这么久，看来刚才数据流量不要切换的，就等两下可能，我进去就输了，我操，那没法玩。这个断线一下怎么重连这么麻烦？玩这么久了，好久没有断过线。莫名其妙的断我线，哎，要等半天。肯定啊，看他断了几分钟了，两三三四分钟了，三四分钟可以决定胜负我了，我刚进去等下就输了，我去那不好看，赢的话被他们举报一下还算了，没赢，还掉线还扣分，我的百分百胜率就没了。我去，断线重连要连这么久啊，有没有搞错啊？我装备还没出完呢，这他就掉线。哎，本来有机会赢的。现在都多久了？五分钟了吧？结束了，输了，好像是输了，好像四颗星。啊，去！
赔大了，我操，我的积分肯定也掉了。幸运积分被扣了，这是我掉线吗？他把我卡掉了。别要了，别要了。4倍经验卡，我硬要干嘛？我上个厕所先呀！我去，憋死了。打一把3v3了。